大家好，我是飞猫。我现在的位置在我们江苏省南通市的通州区，长江的北岸。我身后就是我们江苏省第二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，沪疏通长江公铁大桥。大家也知道，这个大桥通车快两年了，我们从大桥上南来北往已经无数次了。今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沪疏通长江公铁大桥的风采。
今天有点遗憾啊，起飞的时候还好啊，飞着飞着风越来越大了，所以说那个主塔那边就飞不过去了，最后还是强制降落了，还好这个运气不错啊，拿回来了。好了，等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风和日丽的时候，最好在张家港那边飞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。